近日，日本女神级演员世原里美五官精致，演技获得青睐。出道以来曾演出多部收视亮眼的戏剧作品。她自被爆与山下智久分手后，五月遭直击与网络公司 Showroom 社长前田裕二同游冲绳，先恋情引起关注。日刊 Friday 在报，她已搬进男友豪宅的社区，两人虽没同居，但也被视为是闪婚前奏。石原里美1986年12月24日出生于日本东京，日本女演员、主持人。2002年参加 HOTIPO 公司第27回艺人新人选拔，获得最佳新人完美少女奖。石原里美这几年可以说像开了挂一样，电视剧演一部火一部也是没 C 了，还连续三年登榜外媒评选的全球最美100张面孔，是很多粉丝心中的日本第一美人。在中国也拥有很多迷弟迷妹，大家都喜欢叫她石原。然而谁能想到这样的女神在十年前只是一个身高157厘米婴儿肥大圆脸又土又黑的小胖妹呢？当时的她只有15岁，参加了 HOTIPO 公司第27回艺人新人选拔，还拔得头筹，获得了最佳新人完美少女大奖。之后便进入了演艺圈。有句话说，男爱新垣结衣，女爱石原里美，失恋巧克力职员里的小妖精绝对是对傻白甜形象的一次突破。太喜欢石原的笑容了，她笑起来仿佛整个世界都美好起来了。除了淑女文雅的笑，石原调皮的笑起来也是超可爱的，怪不得男爱新垣结衣，女爱石原里美。新垣结衣和石原里美，地笑容真的很甜很美好。